人片再揭受害人请女星食鲍鱼。台湾富二代李宗瑞涉嫌卖迷跟60个女星键盘迷片啊，爆言话有女星 C、人妻 H、索模 L、暗无 T 同埋两个 W 女星粉啊，而家再爆人妻 W、富贵 model 连儿童节目主持人同奥运名将女友都有粉啊，小 S 老公许亚军就都同李宗瑞一齐曝过噶噃，交往过嘅吴亚兴、合作过嘅刘医生都急急划清界线啊。但博出位的男生眉反而自爆在日本料理店见过李宗瑞一次，说当时李宗瑞主动请他吃鲍鱼。蓝姐姐陈默说，好彩没贪心，不然就要捞更多鲍鱼了。而被通缉的李宗瑞全民就变成港样样逃亡，还收了 SMS 给女友 Joyce， 我爱你，你要相信我。 Joyce 还 po 李宗瑞坐高铁的照片，祈祷你平安。